呀。今年叱咤女歌手金奖系咪方浩文啊？我唔记得啦。我最喜爱谢安琪。刘德华下个月再开个唱。咁喺2018年因乜嘢事取消七场演唱会 ？A 风湿 ，B 生骨刺 ，C 流感。我记得好似系生骨刺啊嘛。No。唔系咩？系真系风湿啊 ？No。系流感啊。根据统计处资料，喺2016年底，香港大概有几多人系25至29岁 ？A 47万 ，B 49万 ，C 51万 ，B 49万。五十一万人的利大概有多少个味蕾 ？A 一万 ，B 1.2万 ，C 1.5万，1.5万。No。A 啊，男人只知道女人的底裤在哪边，但系唔知道女人的底线在哪边。你不相信你爱的人，所以永远得不到真爱。我记得应该是叶念心噶，系嘛？独家是爱。No。我的最爱。No。十分爱。